然后或者猜对游戏棒棒。好，那么现在也请龙龙随便唱一个歌曲里面的片段。那么哪位聪明的热心观众知道之后，要举起高高的手告诉我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不出很难的题了，好不好？看来龙龙非常的爱大家呀。这并为难大家，我先唱第一个。我一直想知道世界有多大。对。哇，你好聪明啊！来，告诉我。非常正确，哇！看来难得住他们。来，再随歌。那既然这个不够难的话，我们再想一个别的，好不好？别的。真的还没有太难，因为我唱的歌都不是很难。看来龙龙非常的谦虚呀，那就唱个简单的，之前参赛的不要那么轻慢的哟。我们的新观众看出来了。好的。好了，我看到我的萌萌在卖萌了，你们有没有很喜欢他？有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在做完亲切的互动之后呢，我们大家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的。那现在就让萌萌用歌声来平复大家的内心，一首《遗失的》。